哥哥，是你！救我，好哥哥，救我！山中生了变故，只有我逃了出来。不想下山路上又被妖人擒住，在这掉了3日3夜。不知哪师修来的缘法，今生得遇好哥哥，若肯舍大慈悲，救我一家老小，就算点身卖命，也要酬谢大恩。我说的没错，这小羊叫唤起来果然高人。是他们把我的人回来了，快点救我！好个愿者上钩！现在怎么办？通通烧死，烧个啤酒肉啊！
逃。